老板的冰淇淋。李老板发生了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海绵宝宝，我卖了两个冰淇淋，但我吃不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简单，点点钱我就帮你吃。好的，海绵宝宝有话说。嘿，带走我的脑袋，我要跟你说。哦，好的，您请说。你长得好帅呀。放屁！请叫我章鱼哥。喂，谢老板，我生病了，今天想请个假。啊，什么情况又请假？张一哥，你呀，到底得了是什么大病呀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谢老板，我他妈没病，就是不想上班。干，好家伙，你起码往上。谢老板，我他妈来了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你就是个鸡巴，来一招派给他整个活。臭小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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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给了我谢门你的好兄弟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痞老板，记住你俩是好兄弟呀、啊，就是那个舒克贝塔，你俩什么都不是，记住。你俩是这样，命中之地，记住了，到这边吃定没你后果的车。好的，本期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